1998年的。ゲームスタート。游戏开始。ようこそエターナルウィングスへ。お買い上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需要一格的容量哦。モードセレクト。シナリオモードだ。故事模式出発。ようこそシナリオモードへ。ゲーム司会&進行役の新井みなみ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では大会に登録しますのでお名前をどうぞ。じゃあ可以打英文。終了。この名前、はい、登録完了です。それじゃ頑張ってね。选角色。好，那我就选择这个德国队好了。上面是制定角色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选自创角好了。自创角可以自己做嘛？Let's go！ 按错了。这边是选车型哦，看看啦、我也不知道哪一台哦，这台怎么那么酷？三角剑哦，大蜘蛛号。是会变形，这个是会变形，然后跳起来的，是不是？这倒了，倒，这个蛮帅的。誇り高きミニ四レーサー将軍。这台它好像可以变形，然后在空中跑。我がスクールが主催するレース大会に招待しよう。腕に自信のある者はぜひ。参加してくれたまえ。さらなるミニ四駆発展のため、諸君らの検討。あ、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，都按着都没反应。噔噔噔噔，选择进度，就一直往前就可以了吗？这边是。怎么贵？好，应该先不需要。为什么我走不了右边这一条啊？可以了，第一张，第一站，来到了这个、巴西。誰だあんた？我是ガード JJ。聞いたことないね。よく知ってるじゃないか。我直接开扁吧。比赛是四打四嘛？啊，竟然还有语音呢，好屌！这时候还可以自己改车。我刚选的不是这一台吧？哦，直接开始比吧。哦，单挑哦，怎么是单挑？我撑出来了。这一款怎么玩啊？这可以开技能是不是？哇，轮子并起来了。转弯啊，这个还有什么招可以放？
那还有电池啊。我怎么撞不死他、啊？ムーバルウィング発動。还想超火车啊？哦，对啊，我这时速200多呢，200多公里啊，正常吧？哎，最后的电池了，冲啊！为什么从200变270，感觉没有变很快？1700块 ，winner！ 巴克纳，莫可怜啊！1750块，是否要存档？不用吧，继续前进。哦，关卡还可以三选一哦。再来，来到了中国。直接开始吧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一款读取比较久一点点。这有起跑冲刺吗？哎呀，开局直接大招！这是那个美国队的车嘛？大回转，遇到弯道很不行。直线的王者，直线的王者吹嘞！直接提速到300公里，跑得十分快吧？你哥高点，又要到弯道去了，啊，我还没电了，怎么办？过这起点会不会帮我充电啊？好，哎呀，没电了，最后的电了。哎，哎，没电了啊，没电，啊，没电，啊，电用完了啊，还是可以跑哎。还没电了，跑得有点慢呢。我只剩下155公里了，完蛋啦！哎呀，电力耗尽了，电池用完了。难道我还有机会追到他？说不定他还没电呢。他怎么？对啊，怎么没有维修站？四驱车旁边不是都有那个维修站吗？哎，终点！感谢卡米亚0515，感谢10个月。棒棒棒棒！哎呀，合格合格，试试下一个、啊、炸弹超人啊！我一定要玩一次炸弹超人。
爆走兄弟，暴走兄弟。